我画的线是对的，是他打的不对，好吗？他不按套路出牌，有什么办法？看看，看看，漂亮，nice，nice，nice。 现在没办法，只能被动的防守。现在周跃龙落后33分。现在周跃龙他在考虑什么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。如果他这样来贴，贴了之后别人还是这样一杆不会变。他刚才呢，他是想直接打了一个中低杆下来，然后把这两个球打跑。他刚才有这个想法，漂亮漂亮，又继续来一下。五球，哎呀，没摔带，可惜了。好，周玉龙这一杆来一个小小的左塞，他薄一点啊，这样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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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死他一杆。哎呦，直接打的没加塞。哎呦，没打到，是没打到吧？不是我眼睛花了吧？飞波，好，现在呢，这一杆，坐死他，坐死他，这一杆打黄，坐到篮球后面去，把篮球打活，周玉龙现在是先把篮球打活。因为现在周玉龙必须要清台才行，因此呢，这搞个飞波也不是很好的机会。顺势呢把彩球打活以后呢，对自己有利一些。现在风向就开始产生了变化，刚才是东北风，现在是西南风。哎呦，这一杆可以，不错，有没有贴球？不好做了。好的，做到这颗出来的也行。有个小小的机会，一个小小的机会，但是呢，那颗四分咖啡球啊，现在是整个球的难点。这个红球呢，黑球旁边这个红球呢，不知道有没有下，应该是没下。这样角度看过去就没下。
现在落后29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感觉是打薄了一些。这杆不好处理呀，要绕球台，绕球台呢，得到这里来绕，得打到这个角度才能绕，这样才能过来。过来之后，在黑球还要做，再用红球来做一杆。那么现在如果直接做呢？Green ball. 直接做球。打两库，哎，打不到的就是飞波，这个球，这种球做得好，因为对手一旦解不到就是飞波。但是，因为红球没下，现在红球没下。周杰伦要去踢一下，挂一下，挂一下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这一下效果非常好。那么现在的难点呢，就在咖啡球了，咖啡叫蓝球。咖啡球叫蓝球，现在还落后16分。可以打蓝，开始犹豫了，然后粉哪个好？这个角度呢？又得这样上，又得这样上，还得多上一些，多上一些，上到这些位置才行。关键这就是咖啡球啊！刚才那个呢是蓝球在这边的这个位置啊，跟咖啡球实际上是一个角度。哎呦，就是看看咖啡球了。不错，不错，这个角度可以。哎，难道是很直吗？我们看不出来。应该不是直球。那么这种球呢，一个低杆的左塞也可以。
难道真的很值吗？应该是非常值。感觉他像高杆、中高杆、湿灯一库都打不出来一样的感觉，看他很难受。刚才上一局呢，就是篮球在相反方向失误了。那么这一颗呢？这一颗呢？这一颗可以防守，打个定杆，把这个四分球啊往这里打。真的可以这样打。好的，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再走一点点，哎呀，漏了一个薄边出来。没坐上。周玉龙这一杆呢，抖音上是我，你觉得是我就肯定是我了。周玉龙这一杆呢，可以打薄啊，四分这样走，打薄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继续往这里跑。嗯，没打对，没打对，打厚了。咦，海菲尔德尿急，吓尿了，已经吓尿了，现在领先状态，已经绷不住了。那裁判允许就可以。海菲尔德，我们现在看看他这一个。这颗球可以这样打薄一点，一个右塞，右塞往这边走，看看啊，坐不上，尽量是弹过来往这里弹，弹下来，然后如果是左边的话。湖南民哥你好，我给你打了招呼了啊！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看看呢，现在他如果是这样来，这样来，这样来，这样也行。有没有保边？感觉是没有了。哦，我
关这个摄像头都没来得及。这人太准了，这个有点危险。对，打的7-8，对手肯定慌。他这杆只要搏进了之后，自然叫位，难求。但他现在呢，这个咖啡球容易打后，这种角度容易打后，这种角度实际上很难打。我们在这里看着还可以打啊，但实际上在球台上这种角度很难打了，已经。很容易打后。我操，运气那么好，好像有中袋。哎，有中袋，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表情，有中袋。有中袋就很爽了，一个中低杆，带一点点的左塞啊，往这边走，哦，搞定。好球，来了！哎，力量大了。我是重庆人，重庆人在广东生活的重庆人。现在44-44，说川普呢，44-44啊，这个就说不清楚了。这个尾数对，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这种推过去呀、啊，推过去尾数是非常滑的，因为这杆很薄。刚才那杆肯定不会加反赛，不会加反赛。关键是这一杆翻带进了之后，你母球是要这样下来再上去一点点。喂，好球，好球！但是6分还需要一个准度，六分准顶带了。六分要准顶带了，那这个带了，哎呀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好的，漂亮，鼓掌，鼓掌，不要碰到球。